妈，谢谢，谢谢爸啊，30多年来照顾我呀，谢谢。哎，看看咱们家，是啊，你瞅瞅这，哎呀，你看看啊，这家里啥也没变呢。你不知道啊，就是多了个挂历。那二米粒儿啊，嘱咐又嘱咐的，不让变，怕你醒过来不适应，所以让我们全家人呐、保护这个环境啊。哎呀，谢谢。哎呀，志峰啊，哎，大姐，就是让你30年醒了以后有一个念想。是，来来来来来，志峰，你看啊，这30年呐，太感动了，你就躺在这儿啊。哦。我们除了伺候你以外啊，就是伺候这些个家具啊、家电。我可以骄傲地说，这些家具家电都非常好。我看看电视。郭德纲在山屋来下，绕着禁区转了一圈，哎呀，很找到了乔乔。辽宁篮球。哎呀，这比赛太好。不对呀，这都30年以后了，这辽宁篮球队这几个小子怎么还这么能穿呢？是这样，媳妇儿。这是经典重播，哦，这是重播30年前的经典的比赛，哦，经典经典经典应该重播。我跟你说啊，那都重播经典呢。现在重点的重播的就是《欢乐范米粒》啊。没错，《欢乐范米粒》那是经典的节目啊，每周一晚上9:20，哎，周日还重播呢，收视率还是全国前5，那气人不气人？好节目啊，赵副经理。哎呀，赵副经理啊，我问你，你来，这不是于小脸吗？那个呀，这位是谁呀？这位是二姨夫。阿姨夫好。不是于小脸，你咋的了？这是？哎呀，我不是于小脸呀、你谁？我是于小脸的儿子于小脸啊。于小脸的儿子于小眼儿。对对对，妈呀，你爸的遗传基因好强大呀。这家伙长得一模一样啊。你刚才叫他啥？赵副经理。赵刚子，你干了一辈子物业还是副经理啊？就是那个啊，你都70了也不退休？你不懂啊，爸，这30年啊，医学飞速发展，啊啊啊！人均寿命100岁了，哎呀，90才退休。哦，王小倩儿，那小子今年都55、56了，还参加军训呢。哎呦，孩子，哎妈，你领丁醒过来呀？不知道现在的形势，慢慢就适应了啊。谢谢妈。哎呀，全家人为我做的太多了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不用不用。哎呀，真是。小美玲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走错门了。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咋的了？你们别说话啊！王小倩，对呀、你管她叫小米粒儿，对呀、还骗我呢，哎，还在这儿骗我呢。顺风，等会儿，让我看看啊，干啥呢？演戏呢？带我一个呗。你别说话，哎，你别说话。顺风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一睡了30年，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了。这个孩子精神不是很正常。你别说话。你不是王小倩，他是王小倩的儿子，叫王小店。对，王小店。这是小米粒儿的女儿，叫小米面。对，是小米粒儿跟田笨笨生的孩子。对，明白不？哎呦，他跟田笨笨的女儿，不好使啊，绝对不好使。要结婚也得跟我结，你能不能不臭美啊？30年后我都不会跟你结婚的。小米粒，你真行啊，演戏都不和我结婚。哎呦我的！哎呀，我说命运呐！这句我可太熟了，这句都5G了，啊，还骗我呢？他就是王小倩。除了王小倩，别人不会。二姨夫，别二姨夫了，还在这演啥演呢？还小眼儿，把眼睛睁开。那个，顺风，那个，这爸，我就不。
已经漏了。啥玩意儿大姐夫呀、啊、漏哎呀你你这你都精神不正常大姐夫你这干啥呀全家人呢、啊、这不是当着街坊邻居给我戳丑呢吗这不是。